你是感觉我想要鼓膜，才搞迄件事。然后你规气醒过来，直接骂我。我看我不是自恋，我是自虐，你才是厉害。宋南青，其实今麦我心内就惊吓，也足复杂。咱不是国考啊，我甲你是过客的婚姻。现在我今麦分不清我对你的感觉，你明明就真阿爸，佮爱搞冤家，真结输赢，而且你。我心内就那些位置啊，我知影即马真忝，想要休息，阿姆过来休久，差不多要醒过来，有听到无？虽然讲之前的合约无遵守，阿姆过我要跟你签新的合约，因为我要负责任，我想要负责你后半世人。不过我嘛知影，你可能无想要交这个人有任何关系。我不管啊，因为我知影这个人放手，我可能会永远失去你。给我一摆机会，给我签新的合约，我要给你的，是钱，是我的陪伴，我的感情，给我的人生。南青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把我一切拢交乎你。阿姆，跟你妈爱公平，从今麦开始，你人生每一分每一秒拢爱交乎我，知无？啊，你早就有听到无？你看你醒过来啊，你听平安无代志，南青。这个超级自恋狂，总算愿意讲出家己的心声。我爱赶紧把目睭掰开，让伊会当安心。不过我足忝的，宋丹青，加油！阿壮，啊？我来动物医院控医。宋丹青，我有可能这么简单就把我拍倒，对吧？但你真是，你就别再管什么客户原因，也别管人家遐的人，我会带你回去。以后，你让我来保护你，这样，我拜托你赶紧执行好不好？安尼我才当安心。金灿，你有听到我讲话？你真正是人啊？阿红，是你啊？对，是我。你真正听到我讲话，真是人哦！真是就代表你无代志啊。原来只有开放，才有法度给丹青力量。安尼就表示，伊心内真正喜欢的人。是开放，啊对，一直以来，阮家给伊的，敢若有伤害，我是在妄想什么？安尼嘛好，只要丹青平安就好。宋丹青，你目睭闭好紧啦，你听我讲啦，你莫假做臭女人啦，你袂记哦，当初是你亲嘴挂保证。讲你会严格把关你妈妈进口的美果，啊，不过即卖出问题啊，大家拢流到公司去啊！你搁躲伫个遮，当作啥物代志都无发生，想要推卸责任哦？哎呦，你紧讲话啊！哈、啊！
这查甫有甲你惹着无？有动着你的工作无？你是要感觉安怎？你这只宋丹青身躯边的哈巴狗，你提热水壶哦去攻着我的手啦！你敢唔知影上？喂，你这只会计部啊，病院爱保持安静，你敢唔知影？你搁照例来惊扰病人，你是倒位咧出问题啊？你若是有问题啊，紧找你的兽医后生检查看卖啦！你叫我去看兽医，你是把我当作是真心哟？这句话不是我讲，是你家讲的。你本来就是安尼讲的啊！这唔正经，请站的。哎，不管哪讲，我嘛大你的岁，我嘛大你的辈呢。你哪会当对我这么啊无礼貌？真歹势，我一直拢无法度把无理取闹的人当作是人咧看待。而且你一开嘴就屁屁去哦，辛苦你竟然敢有胆可以对我没礼貌这种标签。我就不是跟头讲，可把你当作是人哦。好啊，那呢，我嘛无想要甲无家教的人哦，加讲什么啦。啊，不过，阮公司梅国颖出问题啊，你迄唔吃老爸哦，把所有责任拢撒给阮子孙啦。这件代志，你嘛有份，莫想要逃避责任。刷刷起来，真是悲。万一猜到其他没有？丹青啊，啊原本哦，你捐款给阿妈的时阵哦，我是有淡薄仔感动，我对你也有淡薄仔感恩。啊，不过你一倒落，啊公司的梅果影就出问题啊，啊刷落来，就是你妈妈走来公司吵，这根本。就是你跟你妈妈联手，要把阮林家母后倒的阴谋，对无？哎，姐，你莫让白天当扛出去开，你莫在遐白讲。下晡我才跟阮爸通过电话，根本就唔是说讲安尼。哼，恁爸爸迄款人哦，一支嘴好绿绿啦，伊讲的话若是会当相信哦，猪某拢会当爬树啊啦。我真正无想要对你起家动手啊！你若是够一点仔羞耻心，请你马上离开。你凭什么赶我走？颠倒是你啦！你若是有你所讲的迄个羞耻心，赶紧转去找你迄个唔吃老爸去参详一下，看是安怎承担这届梅国颖的责任。这上不是看的就是你，搁有面搁别人。妈，你搁是还要叫阿妈？妈，别当亏啦，影响着工作就不好啊。子孙啊，你哪会这样还唔捌代志啦？啊，阿妈才多动完手术呢，应该爱倒伫个眠床好啊休困。你哪会把伊带来遮啦？啊，万不哩，伊个工作若去感染着哦，你搁惦记？你若是生啊真体，都袂伫遮叫了单亲啊！妈，道理，你安怎吧？你莫伫遐假好衰啦！妈，啊，我嘛是听到要单亲空嘴去感染着，所以我才过来看卖嘛。妈，你发脾气啦？你是我妈，我袂当妄想，啊，不过敢会当麻烦你，莫搁你阿妈生气啊！我哪有啊？是妈，是恁阿妈咧搞我妈呢。我哪有了爱生气啊？你搁有话通讲？我叫你来单亲的是你，啊，结果你做了啥？妈，我是师大呢，啊，你叫师大，甲师社会失礼，这敢讲会过？就算讲是安尼，你嘛袂当走来遮找单亲出气啊！你走啦！我看到你，我会过较好。妈，你走啦。丹青，你即摆状况安怎？老李，医生有讲，丹青发炎的部分已经控制住了。
阿休啊，休养几工啊。等检查若是好势，无啥物问题，就会当出院啊。是阿妈对不起你，害你受苦。阿你讲阿妈，只要你平安无代志就好。你可能无想要交这个人有任何关系，我不管啊，因为我知影这个人放手，我可能会永远失去你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跟我签什么合约，我要给你的，不是钱，是我的陪伴，我的感情，再给我人生。阮替廖尊讲，我肝外好，会当看到子孙甲丹青真正行做伙，爱两个，哪会煞雄雄变到这么气愤？阿妈，看到丹青，你嘛放心吗？哦，丹青好好休困啦，规日只要开放地的，伊会照顾，没有啥问题啦。对啦，老林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，甲丹青照顾好势。那你担心，就是麻烦你。没问题，那我哩，你麻烦我休养。妈，我等你啊。担心已经做出选择了，我祝福伊。加看一摆，我敢来会更加无多帮手。安尼嘛好，有子孙迄种妈妈爹，搁较坚定的感情，嘛会好消化掉。我今日是安怎？我今日到电梯都歹到底啊！啊！爸，伊这么大金赚遐尼济钱，都袂当换新的少。我今日真正是衰到干那个样嘞，迄电梯拢会当给我认得。看到我是意外，还是惊喜啊？